快快快！现在已经准备大战了，好不好？你听到那个钟声在响起了吗？咚咚咚咚，皇都都在征召啦！快，我们所有人赶快这个备好所有东西哦，备好所有东西，该出发了。全部人都要去哦，全部人都要去，在那个铁炉堡，那个大家可以到其他频道帮忙喊一下，就是说铁炉堡。大家准备要誓师，要来那个远征部落了。我现在有点担心，我怕去的时候人发现人很少。对，万人响应，一人到场。哦，今天台剧哦，好，等你，你赶快吃。佳佳，爱与家庭，莉莉讲。可是我不是队长，莉莉讲，原来是莉莉讲啊，原来是你啊，佳佳，我不是队长，你要不要等一下去那边我们在那边汇合一下，然后我们再看没有队伍的就直接喊加，好不好？然后就是各工会如果可以的话，所有的工会的会长，然后或者说干部哦，都可以一起号召你的盟友呢成员一起来铁炉堡。我跟你讲，今天我们要让部落好看，我今天不血洗部落啊，不血洗部落啊，就不是我联盟风范啊，有仇必报就是我联盟啊。有仇必报，我刚好直接上车 ，nice。部落狗啊，毁灭他们！今天到处乱杀啊！我今天虽然说这个有帮大家报仇啊，我杀了一个部落战士啊，二十六等部落战士啊，但是这样还不够，对不对？他这样持续的不断的欺凌的我联盟啊！虽然我并不是什么高等的玩家，但我跟你讲，真的，我肯定是要把他们杀过一轮。工会换频道就直接输入加入。哦，妈呀！输入加入，哦，妈呀！小闪光，组我，我不是队长。可是我不是队长，我是队长。哎，有了，他给我队长了。加加杀人，好，来杀起来！铁炉堡汇合啊！铁炉堡门口，铁炉堡门口。啊。其他人呢？我需要有人进 Discord 帮忙指挥。我觉得这可能就是一个团队一个人吧，让我们指挥一下。估计有千人，有这么夸张？哇，这么多人啊！好，人很多。我们去门口，有到千人这么夸张吗？你的人数真可笑。不怕，反正等他出去之后就会知道有多少人了。出去之后就多少人了？一千少两个零了，十个人是不是？来，五府千岁，来，我不知道我还有没有空位了，不知道还有没有空位。敢死队指挥官报道。好，很好。欸，那我们是要我们一个人带领一个队伍吗？对。我觉得这样比较好吧。那其他人呢？像那个孟特他们，你可以拉他们进来吗？好啊，我可以拉。他说我们只有十个人，真的假的？啊？我不知道，刚才聊天室说只有十个人。反正先把他们带到那个吧，就是南海镇，然后我们再处理，就是整合。好，我们把他带过去，我们用走的吧。带过去，对，一定要带走的带他们，因为术士拉不动那么多人。刚刚想要用拉的，但不行。没关系，我们用走的啊，用走的。行军，因为要开鸟点嘛，那边可以开鸟点嘛，对不对 ？Yes， 我们就带他们去开鸟点。对，只要一开了复活阵 ，OK 的。来，到了，走，我们走。哇塞，哇，还真的有人啊！太好了。这边还不是全部人，对不对？因为有镜像啦，可以了。我靠，
刷爆了，太夸张。UI 哦，社交魔兽即时通，好，把它关掉。社交功能吗？魔兽即时通在哪边关掉啊？可不可以教我一下？我因为我找不到那个。ESC 红 UI，然后左边往下拉聊天社交，聊天社交。好，然后魔兽即时通 ，Yes， 我先把它停用吧。好，有了有了有了 ，OK。那我们现在不知道还有没有人没到的。皮肤观音魔兽出生，雷奥幽尘进阶往生。等一下，其实现在有没有人没有组的？我觉得就是要先跟他们讲一下，先不要起，然后没有队伍的要先组一下，没有队伍要先组一下。对，没有队伍要先组一下。我们队伍不是组满了吗？好像共三队吧，我目前刚刚观察到现在应该有三队。我们要找那个队伍的队长进来吧。他们目前都是各自组，因为各自组吗？各自组，我也不知道谁是队长。真的吗？对，我是觉得反正都先组一组带过去，我们再分配指挥官。好 ，OK OK。然后如果说不知道那个等一下要干嘛的，可以看一下实况。好，然后我们这实况的话，等一下会有那个大部队，我们会讨论一下。考虑一下，你们可以组团队，我们已经是团队啦。我们是不是已经团队了？我看已经40人呢、欸。显示，我们这边已经40人团队了。好 ，OK。好啊，还有人吗？进项怎么集合啊、哦？目标是哪里？我们先设第一站好不好？我们每到个地方都大家先集结一下，因为我怕会有人落单啊。那我们的路线要怎么过去？你可以稍微说明一下吗？没问题，你们我看一下你们在哪里。欸、我们现在在铁炉堡门口。嗯，你们铁炉堡往下走，右手边靠右上，先到那边。靠右上那边嘛，对不对？对，先到那边会很容易迷路，所以先到那边集结。好。跟上哦，跟上，跟上，跟上，好不好？待会麻烦大家跟上，大家跟上啊！好啦，那我们今天的目的呢，就是来去血洗部落啊！啊，各位联盟的亲爱的好朋友，走，我们出发吧！地图的右上角，对不对？没错。啊、路上可以请大家就喊说为了联盟，对，没错，就是这样，为了联盟。该上了，该上了，我跟你讲，今天不把部落车爆啊，我们就只能等下一次了。走，因为现在有镜像，现在有镜像，大家不知道我们家在哪边的话，看一下实况，我们每到个地方先停一下好不好？没到一个地方，先停一下。一第一站塞尔下马，塞尔下马吗？对，塞尔下马，就你之前是在练功那边。好，我们现在塞尔下马的那个交界，先等大家吧。就那边有鸟点啊，如果没跟上的话，你自己用鸟点飞吧。好，考上，你刚才你上次说什么？部落超多少人来？你上次说部落超多少人来？他不是说什么部落超了多少人？才那个时候才在南海那边打了10个吧，10个以内而已。十个，他们超10个人来啊！啊我今天超10倍，你10个我就超100个，你100个我就超1000个，啊，超起来，加倍奉还，超起来，超起来，喊起来，喊起来，超起来！哎、欸、哎、欸，喊一下，喊一下。不要走到塞尔下马，吵起来！哎呦呦，碎碎碎碎碎！快，语音喊起来，语音喊起来！不要，你要先走那个南通道啊，南通道就塞尔下马，直接往上啦，吵起来，吵起来，直接港口，吵起来！你要直接去港口、喔？对啊，吵起来！好啦，直接去师弟的那个米奈希尔港，
其实直接阿拉西高地最快了，不要拖时间了，我们一口气直接到上面，人这么多，你要一口气在上面，我怕会有人中途被怪打。对，我的意思是说，我们不要停那么多驻点，因为就算中途有人死了，我们可以其实是复活他的。我们就带着这一群，就是我们先停在刚刚右上角那边，然后带他们一集体过山洞，过了之后就是湿地，我们就直接往丹莫德阿拉西高地那边走。丹莫德啊，吵起来吗？怎么都扭曲变？对，吵起来嘞。对啊，这些人是怎样？吵切西瓜喽！啊，切西瓜，切西瓜。三个点，我们停三个点就到了，行军比较快。好，就是每到个点先停一下，就尽量就大部队先停一下。我觉得队长很重要。就是你要先让大部队停下来，就是你要站那边，那头上要射标啦，头上射标。应该第一站先去避难谷地吧。好，还比较好了，先去那。可是你等一下有鸟点的，应该就只有避难谷地啊，不然就直接去避难谷地啊。好，好，我们今天就直接杀了他们那个所有的 NPC 被我们屠光啊。哦，这一段应该也要走20分钟哦。要，没关系，反正就中间慢慢会，因为一定有人他们中途是还来不及到的，有没有？对啊。来，你现在没跟上，你可以去塞尔萨玛。如果你有去过的话，去塞尔萨玛直接飞鸟点，还可以跟上大部队。对。然后再来可能就没办法了，再来就要去港口了，但是港口那边是40级等。可是等一下那边打的话，我觉得我们就先稍微慢一点吧，因为我们也不知道多少人汇合，而且就现在有镜像，我们也现在不知道说是不是有人在别的镜像里面。你顺便就是继续帮我们再号召吧，再多号召一些其他工会过来这样子。我有看到一些是别的工会的啦，虽然现在目前大部分是我们工会的。已经变成长蛇阵了，对，现在长蛇阵，待会就是尽量不要长蛇阵，要打就是要拉开来。退去搜寻黑色柳丁，工会，等一下，工会等一下，绿皮畜生都是恶魔的走狗，没错，他们是引用恶魔之血才变绿色的，所以就知道他们到底是多么邪恶的存在，我们要毁灭他们。等一下，岔路向左转。我们在那个洞口那边停留一下，不然等大部队。洞口停，那边两个洞，我怕他们钻错洞，看错边。尽量都走一起吧，比较不会那个。可是到中立地区就没有镜像了，不是吗？对啊，所以我说直接往上啊。嗯。你等下停鸟点，其实有点太浪费时间了。对，都不顺路。哦，不顺路啊！哎、欸，没有，我刚刚其实想说走南通道下去，然后就可以经过鸟点，可是会有点小拐弯，就是。好，那一拐就是8分钟哦。那算了，没有啊，要等久啊，因为你停的又要再等。你要考虑一下，没有啦，就是进中立区之前要等。要跑几公里？应该要跑20分钟吧。要跑20分钟，中间就慢慢的那个啊，就要因为就要远征，你知道远征就是要这样子啊。对，第一站大概15分钟。退取惯血。魔界远征军，好，洞口先提，洞口先提嘛，这边要先提吗？洞口先提啊，对，洞口先提下来嘛，好，对，艾鲁，你要让他们知道要走对哪一个哦。啊，艾鲁，他怎么没有进的语音？哎、欸，不是艾鲁，你说是孟特吧？孟特啦，孟特啦，哎、嗯，洞口先提，那、啊、他们怎么进去了？你说是出洞啊？就是。让后面的人知道是走哪一个洞，哦、好好好，因为那边有两个洞。
他们要是一弯错了就错了，就 GG 了。好，对，他们就会跑到另外一边去了。啊，没有、欸，我觉得前面的会一直走，然后大部队就一直走。跑升级啊！对，一定会这样，所以你们要喊停，然后要等后面、啊。有人跑图跑到升级了，恭喜恭喜！老大停洞口吧。好，洞口。你说已经先走了，不要管他，就让他们自己走。重点是后面的，等级低的才是问题。欸、我打不出停呢、欸。等。什么？后面还有人吗？没什么人，走吧。好，走，继续走，继续走，走起！看你们要直接切西瓜，这边切西瓜，这里，这边吗？左边嘛。你小心他们摔死。对对对对啊，我刚才差，我今天早上差点在那边摔死啊！然后一堆人要摔死。哎、欸，那边有怪哦，要小心哦。等级低应该会赢的、哦。可以啊，我想今天谁在那边哭腰啦？干嘛啦？不要哭哦。你们欢呼起来，哭屁哦！给我笑，给我笑，哭三笑，给我笑起来！靠背，哭三笑。哎、欸，到丹奥加兹的口等一下哦，因为我看地图有蛮明显的落队啊。好，对啊，你前面稍微慢一点嘛。对，出洞口也要等一下。出洞口等哦。联盟终于发疯了，你看嘛，你们部落，你们什么要逼疯一个人？又哭又笑的，等，停 ，stop， 那边有怪啊，记得避一下。啊，另外一个镜像的他们在哪里啊？祈祷他没有跟上啊！对啊，怕他没跟上啊！啊，另外一队谁带的？镜像，每个镜像会陆续出现，又陆续消失，哎，有点麻烦。对啊，没有，可是到中立地区就会直接那个啦。这里已经是中立区了吧？还没啦，还在前面啦。走了吗？出发了吗？还没，还有人多，还有人还没到、啊。对，我看地图还有蛮多的。可我看已经有人，我看已经有人先出发了。走了吗？没。啊，走。哎，再等一下，有队长喊了，等一下。哎，等，出洞口等。我这边看得到工会讯息了，他们如果有喊，我会跟你们。好。要唱军歌了，到底谁在那边哭啊？靠在你肩膀上，到底是谁啦？这同学怎么冲动跳下去了？哎，别跳下去，小心哦！哇，摔死几个？真的假的？要解成就是吧？不要啊！集体跳，集体自杀，联盟真的疯了，联盟真的发疯了。走。哎、欸，没有了，这边还是要等，因为有人没走过，这边没有人没走过。这边怎么了吗？这边单行道吧，应该还好。
这弟弟腿已经够短，又摔来啊，应该会看到的。啊，反正我是在这里等。邪教集体。哎、欸，怎么人又变多啦、啊？刚才怎么突然人又冒出一群人？现在要实地啦，要中立地图啦。哦，要进入中立区了。对，所以说你们出来，其实我是跟你们说出来湿地这边等。好，然后这边就是中立地图，应该全部的人都会出现。对，我发现便秘很多。没错吧？就停在这边，然后等所有人都到。等吧，等等等。这个有第一个队伍已经到我们这边了。有，对啊，我看到有些部落在那边了。开始那个了，要走了吗？你就过洞啊，过洞过来等啊，过洞过这边。没有，前面的人又开始走了。对啊，前面有人在带了。哦，哎、欸，没显示哎、欸，那这样没有显示呢？顺着路走，顺着路走。没有，因为已经在往前了。哦，那应该又还有镜像吧？对，那还有镜像，还有镜像吧？因为我发现的话，有一群人又消失了。到那个丹莫德的正下方那个十字路口、交叉口那边等。好，那边有，还蛮危险的。这边是还没有那个争夺嘛？可这边写争夺中的领土哎、欸。这边争夺了。但是为什么我会看到有些人忽然消失啊？可能还是有分流，还是有镜像啊？不会吧？没关系，走上去就知道了。因为我没有看到老皮的你们的队伍，你没看到我队伍对不对？我刚才看你有一批队伍的，就是你们刚才先跑的那一批全部消失了。然后我们刚才走的时候，我看后面已经没人了。你们刚才原地嘛，对不对？我们现在也在湿地而已啊。你们在湿地？都在湿地。可是你们，可是我们落后。我刚刚是在你们前面。嗯。哦、我等你们出动，但是没人。没有看到人吗？对，是另一个队伍在我这。口号变成 EDF 了。EDF， 唱起来，唱起来。EDF。EDF， 那怎么唱、啊？我忘记了。我们是勇敢的步兵队，大步向前，又迈开前进。不不不，我忘记怎么唱。哦，大步向前又满腔热血的敢死队啊，是不是？啊，对对对对对。好，大家都可以唱，大家都可以唱。实况延迟有很重吗？应该没有吧？没有吧？那我们这一队目前应该在你们后面一个画面的距离啊，真的、啊。可是后面人龙也很长啊。对，大家前面要停一下，到那个交叉口大家停一下。因为我现在看头是小闪光，小闪光交叉口就停一下，交叉口停一下，停一下，停一下，停，大家喊停，喊停，喊停。咦、欸，过桥的没蓝趴、啊。我们现在停在桥头前。对啊，我真的没看到你们哎、欸。没错啊。对啊，消失了，你们消失了。哎、欸，不会，我们队伍要分成好几区吧？应该不会吧？反正如果没有，干脆到幽暗城前面集合算了。不要啦。啊，对，桥没看到你们。没有啊，就啊好，那就走吧。走。我们这边都到了。那就是被分流了。丹莫德也是我们的嘛？哇！我刚才看路边小怪被秒杀哎、欸！你看一下路边小怪被秒杀。然后到了那个上面阿拉西高地的入口处后。在那边也等一下，因为再过去路上会有三十。刚不是说过桥没？全部人都过桥、啊。直接出在马路上。哎、欸，对，过桥，过桥，过桥。好多人跟随老皮哦。对啊，这边后面大挂。有没有看那个 ID 全部叠在一起？对啊，叠在一起。那边不知道有几个人。跪桥了，阿公哦，跪桥了。
忘记怎么那个。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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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哦，我今天要拔路布罗达漏尿。侏儒术士说地精语。侏儒语。哎，是不是那个？对不对？开始卡了，开始卡了。应该是你们出现了吧？对，我可是我没看到你们哎。对对对，我们快到而已，还没到。嗯，我们在门口了。我们这边这个队伍有点倒台了。开始卡了。看来我们是帮他做一次好的压力测试啊。对。DDoS。不要跪给我啊！跪给我了，跪给我，跪给我！夜色茫茫，星月无光，只有炮声四野回荡。下一句，下一句。都没人理我。不会唱啊！不会唱，我也不会唱。我只会唱歌。他说有没有自己打架频道？我们说要开一个新的频道啊！我们要开一个新的频道吗？叫后花园吗？后花园吗？不好吧？我觉得应该要，应该要改一下。你说新的 DC？ 对啊，不然我们等一下我们请大家加一个新频道好了。难度太高了也好了，好啊。那开个新频道吧。又卡了，大家前面先停一下好不好？我们下一站哪里？下一站是要阿拉西高地，对不对？直接到点。好好好好。避难谷地是鸟点。好。避难谷地，我们停五分钟。顺便踩一下鸟，拖一下蛋。搞这超那个啊！我还是没看到你，我现在在你这。国家的甘蔗，革命的先锋，如火如荼，是这样唱吗？不是吧？哎、欸，我也忘记了，太久了啦，明明就不是，我忘记了，记得那个音律啊，但是忘记歌词。要唱《亮岛之歌》，我觉得《亮岛之歌》应该算是最好听的吧。亮岛之歌应该最好听的。谁在那边跟我抛部落？部落滚！小心哦，小心小心小怪哦。目的地在哪里哦？老皮撤退我们党。哇塞，我们现在目的地是南海镇，目的地是南海镇。但我们现在带一些还没去过的人，就是带他们走。一堆部落猪，烧死你们这些部落猪！来了，进谷地了，进谷地了。谷地停一下，谷地停一下，后面有些队伍还没跟上，他现在拉的有点那个。然后我顺便那个看纳欧还是孟特要不要开一个新的频道，叫做。南海镇取个，我看要取要取什么名字啊？要取什么名称？啊，比我大，没有收听你。画面是超级那个。还是老兵，你唱的。我看一下，我们开一个那个吧。提皇出征万人，啊、我完全看不到鸟点 NPC。对。我把部落屁股打爆，我要怎么创啊？这人太多啦，鸟点呢？哎、欸，鸟点 NPC 罢工哎、欸，鸟点 NPC 在哪里？这边吗？完全看不到。鸟点在哪里啊？哦哦哦，看到了，在哪边？哎、欸，不要贴在 NPC 上面啊，点不到啊。
等人等人，因为这边 鸟点可以先看有没有人先开一点，他可以先过来一下。我找不到鸟点 NPC 在哪里？在阶梯下方的位置。后退点啊，需要呼吸空气啊。NPC 快窒息啦！你找一只老鹰啊，坐着老鹰啊。老鹰画面要拉近一点。我在看那个。那个施救兽的他的面向的位置，那个 NPC 就站在他面前，不到三个人的距离。看他施救兽。嗯，我看施救兽，然后呢？对他正面面向位置就是那个 NPC 的正前方。我现在乱点看看。你那个位置是对的，可以再站过去一点，只是不知道为什么没有显示出来。哎、欸，没有，在我这里，在我这里。来，那个。现在 NPC 旁边都没有，现在 NPC 旁边都没有。哎、欸，啊，在哪边？消失了。这里，在有这里。你在哪里？你跳。就是用跳的，用跳的，用 NPC 的位置用跳的。有看到吗？鸟点不能踩、欸。在哪里？对，哎、欸，我鸟点也消失了、欸。鸟点不见了。你？哦，看到那有。一个光头是不是？要晒衣的嘛。对。啊、哦。待会儿见。有了，这边跳起来，大家跳起来，大家跳起来，这边。好，点完离开鸟点，点完离开鸟点。好像我们这边人一多之后，他就消失了。是他怕了。哦、所以没事的，不要站在鸟点旁边比较好。对，离开鸟点。点完离开，老皮，你一堆跟随，你点完了变大。哦，我离开。跟随就不管了。跟随就不管了，干那群跟随太多了啊！来，这大堆大，我在后面挂一包肉粽，我后面在挂一包肉粽，有啊，现在鸟点空了，去点一下。跟随有没有点啊？可以报车费吗？自己赚啊！车费还要跟我要。我看后面还有一些人跟上来了啦。OK， 烤煎饼，好啦，那准备了吗？好的话，我们就出发了。我们这边 OK 了，这个镜像的 OK 了。OK。哎、欸，说到跟随，下次能不能来搞一个一跟一？一跟一，你说那个人龙是不是？没错。前进。走了。哎、欸，不是那个方向啊！啊，不是那个方向吗？不是，左上角。他们走错了、啊，不是这啊！啊靠，他们跑错地方了吧？他们我想前进，他们往上跑是怎样？来那个谷地避难谷地下面，避难谷地下面的是 T 字路 ，T 字路口那边嘛。好，对，避难谷地 T 字路口。我看部落也集中蛮多人的、欸，这边是他们的城吗？不然怎么人那么多？阿拉西是两边都有，两边都有是不是？他们的城在你地图打开右手边有个落锤镇、啊，他们在落锤镇哦。对，哦，不要落单哦，落锤镇会不会 NPC 比较好杀、啊？应该是四级等的吧，不知道。那南海镇呢？南海镇我记得有三五四十啊，那就南海镇啊。对啊，那就南海镇吧。南海镇的复活点很近。他说落锤 NPC 大概五十等。他说他们那边已经先开杀了、欸，卡住了，卡住了。伺服器终于顶不住了。我听到现在他们那边已经在哀嚎了，伺服器哀嚎了，他们现在那个硬碟应该是这样转，你知道吗？哎、欸，跟随的全部掉了，跟随消失，叫他自己用走、欸哦。你后面的那一包全部掉了，全部被卡掉了。
然后就路上挂着一包大肉粽。哎、欸，跟随老皮的你们都掉了、哦。还想这样子啊？开鸟扁开不到会怎么样？不会啦，其实也没事啦，之后再回来开也可以。对啊，之后再回来。他们说前面有部落哦，前面有部落。是吗？确定一下，确定一下，我们就直接跟他们讲前面有部落。哎、欸，你频道创了没啊？频道创了没？我创好啦。叫做什么？那个叫公告。叫什么？晴空花园啊。频道叫什么名字？你破的吗？不是啦，我是说那个啦，那个啦，游戏里面的频道啦。游戏里面频道，好，等我一下。游戏里面频道叫做《南海镇大战》好了。天天 NPC 是不是？几等的、啊、被碾过去了。他们说有盗贼三十等的，小心哦、喔。那怎么停用啊？哦，这样子吗？好。你叫南海镇之战也可以，南海镇之战。密码0204哦。不用密码，不用密码，不用密码。哎、欸，不对啊，你没有，好像那个连部落都能进的、欸，真的吗？对啊，可是他打字他们看得到吗？他们看不看得懂吗？哇，我们死一个人，这样他是被 NPC 打死是不是？被怪物打死，秒杀，我们的德鲁伊斯，哎、欸、有，我们这边有一个34级的部落在杀野德，他在偷，还有一个27级的刺客，哎、欸，在哪里？等一下，我们这边被弄。我这边遇到一群人在打我们。你们现在在哪里？我们这边已经交战了，我们在那个墙壁城墙这边在交战了。城墙下，城墙前面还是城墙后面？前面还没进去啊。要不要先去南海镇那边啊？折返。我们这边已经开打了，他们都在我们这个镜像头。我们这边已遭遇敌人有数十只。回头，城门。回头城门，应该这里不是镜像的吧？镜像，因为我没看到你们也没有看到。南海镇淹过去了，真的假的？被部落淹过去了。可是我看不到啊。对啊，他们在我们这个镜像啊。他们在我们这个镜像。大概目前目测20只，27左右。27人左右是不是？不管，回去看一下就知道了。20到30。可是我完全没看到人哎、欸。我们目前撤退，我们正在往那个鸟点撤退中。好，你们往你们先往南海镇前进吧。我们前进不了，我们被他们压制回来了，所以是我们这边遭遇了。是我们遇到。我先去请他们。应该在我叫他们，我让他们用切分流的方式切过去看看。好啊。他说这边有30级盗贼啊，他被围殴到爆了。那我们就，我觉得我们先去南海镇，然后大家集中一波，直接冲他们的那个塔伦米尔啊。对，我觉得你们先集中，因为我们这边只是一队而已，我们这边是跟他们也一队交战到，但是我们偏低的。啊，那南海镇先过去吧，南海镇。大家可以加入那个南海镇之战的那个频道、哦。啊，他为什么这样分啊？为什么连野战都有镜像？我也很好奇。对啊，打战分流这样子很吃亏、欸。你这样子，到时候大家如果说突然又有一个队伍突然消失在你面前，打一打，后面的援军就消失了，怎么打？对啊，他们现在他们有一个分流在接战呢，
我们这边目前还没看到那个部落的人，刚才有杀有刚有杀到几个，他们刚才说前面有几个盗贼被秒杀掉。要爬兔才会关进一下，啊，没关系，还是一样先打吧。今天一样要打，车爆他们啦！这几天副本门口一直杀，前面有人，不要过去，不要追，不要追，别追，别追，别追，先往南海镇，先往南海镇。等一下直接我们家直接集火，往他那边冲，往他们家冲。先往南海镇，先往南海镇，待会再往他们家。大部队他不敢上来了，他敢贴上来就直接把他秒杀。先踩鸟点，先踩鸟点，踩完等一下过去，踩完等一下过去十字路口汇合。我们死亡人数约大概15人，目前被手撕。对，他们卡在那个城墙那边。好，我们正在集结中反杀，因为他们有些追太深，然后被我们反围殴中。南海镇集结，打一波，因为现在有镜像，我们现在真的有点麻烦。回来哦，回来哦，南海镇，南海镇频道叫南海镇大战，对，南海镇之战。靠，这个镜像，我以为中立地区没有镜像，就居然有。不是城墙那边的人，因为有镜像，我们刚才过去看不到，完全看不到人。不然这样子好了，就是你们镜像对的，你们退掉，我们这边都退掉，然后让你们组一个一个这样子挤过去。可是大家会中途不会消失吗？你们先到南海镇，然后已经有的人先退掉，我们这边解散，我们一个把我们这边所有人都组过去。好，慢慢组，这样一个一个拉这样子，然后拉完就退掉，拉完就退掉。踩完鸟点离开，踩完鸟点离开。因为目前看，我们只有那个部落二十几人的那边，好像只有这一队。你们没有遭遇吗？有，我们没有什么遭遇，都是单只的嘛。对对对对对 对, 对，但是我们这边是部队的。好，那有人可以负责拉人吗？不一定要拉人，重点是把我们分流拉过去。好，就找一个帮忙负责拉吧。就是他在南海镇之战喊一下，然后我们就把你拉过去。对。南海镇先集结一下，南海镇先集结一下。谁能拉？梦恒那边可以拉吗？我可以拉。好，但是我这边没办法拉很多。是吧？没关系，你就是拉完之后，然后再请他自己退掉。拉完请他自己退掉。我靠！我这打字被弄。行吗？然后中间有人被攻击了，烦死！不要分散哦！我尸体直接跑去灵魂那个南海镇复活好了，真的、哦、好，还是这样比较快，因为他们一直在抓我们落单，很烦啊。他们有那个，他们分成大概那种三人一组，然后好像有两队在那边游走，抓我们那种单的，而且等级偏高。对啊，镜像很麻烦，因为这样你很难集结部队。已经有人先上了。我看你只能在打点。那还是我们先冲一波。我觉得你们可以先冲一波，没关系。好，然后留最好是留一个，一个就是单一个人，那边有一个人叫他专门来组队拉我们，就是他退掉，他开队伍，然后把我们所有人都组进去。好，那孟特先交给你哦。有啊，我正在拉，正在拉。我看，哎呦，我看到前面有部落，我看到前面有部落啊。我加我这一组的人帮我按，我没办法一下那么多。
塔伦米尔前进，塔伦米尔前进，直接走道路，塔伦米尔前进。前面有一个部落的不死族法师，看到了，二七等，还有个战士，我这边有少量的部落的人啊，还想跑啊，部落猪，想去哪里？啊，31等啊，31等又能怎么样？控场技很多嘛，听说部落的天生技 PVP 很强啦，听说部落 PVP 很强啦，天生技嘛，爱选部落嘛，撤死你，冲啊，冲啊，为了部落，不是为了部落，为了联盟，为了联盟，杀光部落，下去，杀死他们，冲啊！贝古仔很强嘛，啊 ，PVP 很强嘛，要先把我们卫兵干掉吧，对不对？对。不要杀鸟点就好。算了，他们如果分得出来的话，一定分不出来啊！得杀好是，最好是不要杀鸟点了，那个会被官方有一个例子是被掉了，玩家。还没分好。屠村了啦，可是我觉得要先集火把一些 NPC 打死、欸。他们应该都打死了吧？这样子还打不死。我看到什么？你妈买菜必涨，被杀了。前面有点危险哦，前面有点危险。往中间集中，往中间集中，冲一波，冲一波！这边部落人很多啊，冲一波！往中间走，往中间走。有人心控卫兵欸，血洗了啦，血洗了啦，啊，战士嘛，旋风斩嘛，24等战士还想跑啊？我请他们，我这边的人如果要转分流，我叫他的领导喊转分再加。要过去那边有点危险。后面还有一些部落的人哦。屏东68，屠村，一个都不要放过。小软泥嘛，不死族啊。哎、欸，换分流的那个。没有，我刚退组，欢迎。里面人很多。那我就自己组啊，然后直接组他们。24等牛头人战士。好。你的目标已经死了。能量不足。哦，这几天杀我们杀得很爽嘛。杀得很爽嘛！怎么样？杀联盟杀得很爽嘛！啊！他们的大部队在倒转人生，还想跑啊？我已经超出范围了。哎，这是。需要靠近。外面有些部落的人哦。哇，为什么有那个狂怒的地狱什么东西的、啊？那是干嘛的？有卫兵。这是干嘛的？数据的技能吧。鸟点是不是？鸟点不要打，鸟点不要打。鸟点的，那个是鸟点兵，他会招两只飞龙来咬你们，不要碰那只。他们有人碰到了。我看有，哎、欸，房子有人啊，房子有人。还想跑啊，战士！我已经超出范围了，太远了。
部落冲出来哦。部落后面还有后山有一些人，后山人很多，嘎抓！哎、欸，不要被引出去哦，尽量在村庄里面打。回村庄，回村庄。人妖刺客，秒杀 ，OK， 结束，再来，回村庄，村庄杀他们，冲啊冲啊！有人了，村庄有人来了，太远了，萨德曼，还想活啊？他们 NPC 那个等级那么高，杀得死吗？还蛮难的。如果是50的，因为你看不到等级，我也不知道。嗯。如果是50，应该是有机会，但是很难。很难哦。60就不行了。砂锅芋头，牛头人战士，我要杀他。我根本就看不到他在哪里耶。你知道牛头人在战场上面真的超大，超容易被发现的。对啊，牛头人超容易看到他，我打不到他，不知道为什么。我应该是有触发，因为我现在能量不足。他应该是要死了。我错了他三下，应该有。好，死了死了。我们左侧有部落的人哦。村庄左侧有部落的人哦，村庄左侧有部落的人，我们来这集结一下。不到了，太远了，死了。哎呦，觉得是不是我们人越来越多了？好，回来，人死了，回来，回村庄。啊，转分流有用啊！有用，因为我看到我们人越来越多了。他们都转过去了。有没有兽人战士？又是他。有团队的帮忙点换分流。哇靠！哎、欸，你看他们这里满地的尸骨、欸，哎，快笑死！仲玄先生，仲玄先生不是副本怪吗？他不是副本怪吗？满地尸骨。我已经超出范围了。换分流了，去那边喊佳佳啊、哦！尽量不要落单，哦，落单很容易被单抓掉、啊。我们先把他们卫，看能不能把他们卫兵打，他们卫兵也太多了吧？我好痛，有点痛。没有人死了，是不是？哦，有人帮我补血，感谢。对啊，部落不是人超多，外面哦，这边大概有蛮多的。村庄正右侧，部落，村庄正右侧，来这边集，山头上。先不要冲，先集结，打冲一波，先集结，往我身边靠。山头上4只5只。好，往前冲！右侧！风特出我一下。秒杀！红会好不好？
不要过河，不要过河，回来，回来，回来！往刚才那个丘陵集结地集结，回来集结，回来集结！不要被拉跑了，不要被拉跑了！他们说能够分一团人给他们吗？有人在问。好了，不要追，不要追，回村庄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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不要追了，不要追了。不用分吧？不是同分流吗？应该同分流吧？那就直接啊，野猪战术啦，还分什么团队？对啊，就直接野猪战术啦，因为这个人数可以野猪战术，一辈子没有够杀他。我需要靠近。哦，跑掉了。我需要靠近。村庄中心，村庄中心。我们先，我们能不能把他们 NPC 全部杀光啊？是不是真的超级那个的？真的很壮观耶，说实在的，太嗨了吧！哎，我想问，当时啊，台服啊，在以前那个有没有发生过这种事情？没有啊，没有那么夸张，是不是？对，基本上是双方角力。嗯，他们说有啊，他们说常常发生的，以前啊，天天都有。就是打三天三夜打不完啊，哦、真的、啊、没有那么夸张，像这样的没有那么夸张吗？你说这样的人数啊？对啊，你现在是完全，有人说比现在人还要多哎、欸，真的吗？我现在画面已经动不了了，你知道？他们说比现在还要多，真的假的？我画面现在完全不会动了，部落的还没到吧？我看我好多好多部落的飞狮救护啊！打你们可以拉一团人去后山守，因为后山那边部落一直往下跳，他们一直往这边打。我是说，是刚刚那个队伍的部落集结在我们的另一个分流，就是我们这边。我好痛、啊。好，我都被冰的都结束了，我还不能动。你是不是死掉了？我没法这么做，直接动不了啊！对啊。哇，太那个了吧！我连补血都不行哎、欸。有人帮我补，有人帮我补，我要继续上。他们好像在，他们在外侧啦，他们在外侧。我会看到三十几等的直接被秒杀、欸，哎。太远了，跑掉了。我觉得背刺真的很难触发，因为你跑他旁边的时候也不知道人跑哪去。这 NPC 到底打不打死啊？他我看他从头到尾一直活着、欸，哎，是不是大家都在打玩家，没在打 NPC？我看一下，他应该是55等啊，55等哦，所以打不死是不是？很难，应该是太难了。没差，我们今天目标就是把他们 NPC 打死，我们就收队啊。也太难了吧，一坨人围殴他，打了有，我看血已经扣一半了，刚有一只血扣一半了，扣血哦，那就打得死啊，打得死啊，打得死，打得死，他血已经扣一半了。问题是 NPC 砍你一刀多少滴血？欸、有人跑得好快，有人跑超远，他跑外面去了。他是那个他们的应该是附盟主吧，堂主。我看他直接跑出村庄外，仓皇逃命。这就是部落的末路啊，让你们仓皇逃命啊！靠，这也太卡了、啊，是不是？副本杀很爽、啊。这几天一大堆人在世界屏哀嚎说，部落跑来杀人了，我们这边有人可以帮忙。有啊，我还没不止帮忙啊，我们还跟你讲，他杀你一个，我们杀十个啊。那边有个双刀火机，小心哦，不要深追，不要深追太多，后面还有人在过来了。我
要靠近一些。哇，这种太累了，我根本没办法背刺。大团战我没办法背刺。我刚按冲锋，我还可以连续冲一个玩家好几次。真的假的？然后我就一直被拉回去。还没准备好。有了，被刺到，被刺到。又冰我的脚。有一个部落特法是一直冰。对，术士一直冰。哦呦，危险！有人专门补我，可是我就想象哎，你很难想象14年前的电脑到底怎么撑那么多人的，而且那时候伺服器也没那么好啊，到底怎么撑那么多人的？我光这样子，我现在已经这个9012年了，哎、欸、9102年了。靠！我现在电脑都撑不住了。当时14年前电脑是不是比现在好很多、啊？我已经超出范围了。死了死了！太远了。墓地有人在杀人啊！欸，暴丧女妖，小心哦、喔！那个会怎么样吗？我已经超出范围了。不会怎样吧？不会啊。这卫兵也好多、哦，对他们卫兵死了好几个、啊。哎、欸，为什么我的画面上数量有40多个卫兵？对啊，你们那边有？我们这边也很多啊，我也看到很多哎、欸。快掉是不是？这不太正常哎、欸，这跟我认识的塔伦米尔不太一样、欸。哎、欸，村庄里面多了很多。哎、欸，村庄里面多很多部落哦，我看到一大群哦。我也看到一大群。往教堂前进，往教堂前进，部落来了。教堂！村庄右侧哦，村庄右侧集结哦。来了来了，他们来，他们现在大部队也来了啦。我需要靠近。好像只有一队，应该是两队，这应该看起来应该是两队。对了，他们那个墓园、墓地在那个村庄后面教堂旁边的墓地哦，村庄后侧旁边的墓地，我们绕后，包抄，往墓地前进，包抄。风斩，我现在不能隐身哎、欸，为什么？战斗中，都会脱离战斗那么久，还是不能隐身？这项技能还没有准备好。我靠！一下瞬间都被激活。我已经超出范围了。后面还有一群，往前冲！来了，部落来了。我需要靠近。太远了。我需要靠近。哎、欸，都不按了都没反应呢、欸。他们只有一队，这应该是我们刚刚跟我们盖那一队吧，对不对？对，有熟悉的 ID。来，我们帮你报仇。有熟悉的味道。往教堂后侧的墓园冲刺，冲上山头，我标点的地方，往那边冲，往这边冲。我需要靠近。不要冲过头，冲到点上就好了，冲到点上就好了。
靠，这真的，真的都完全没看到人哎、欸，就看到那个画面就卡住，然后人就突然飘走。大家已经放弃了，都在直接下雨。他们还有13等的来这边打是怎样、啊？不要被我摸到，我一下把他秒杀。他们在后侧。往标点冲，往标点冲，标点冲！来，我们打个鱼贯啊！直接往脸上冲啊！科技大主教，前面的不要冲太深哦，先不要冲太深，看一下后面有没有队友。变回合制了。我已经超出范围了，一直有人帮我放圣盾术，好爽！他们好像被冲散，他们队友被冲散，对他们现在快被包了。往标点冲，标点冲！快要退出那个城镇了。对对对，没有我现在一直跟他们讲说往那个标点冲，因为我们现在打一个循环啊，绕一圈打，绕一圈打，他们后面还是有一些人，还敢下来啊，冰鸟。他是守，他应该是他的那个宠物吧，13等的，太远了，好想要实实在在戳他一下，我刚有戳死两三个，我需要靠近一些，太远了，树后面，树后面。看标点，看标点。部落躲到鸟点哦，部落躲到鸟点哦。我需要靠近一些。啊，这个没差，我跟你讲，我就只要慢慢在后面指挥那个就好了。哎、欸，我被晕了。居然有人晕教主。没事没事，我现在身上 buff 超多啊，而且我还会消失。我被晕，我马上开消失。有刺客啊！没事没事没事。哪里来的？鸟点鸟点，往鸟点冲，全部都在鸟点。我们有13级的。对他们也有，他们还有11级的。我刚才杀了一个11级的，为什么卫兵都往我这边冲啊？前面那是下雨还是下雨？我已经看不懂了。部落啊，部落啊，哈，部落啊，快笑死我了！冰火五重天，我已经这尸体已经多得有点可怕了、欸。我现在真的好好奇部落那边现在是什么样的情形。我觉得他们应该手忙脚乱吧。他们应该想说，怎么办？一堆人上来了，快来救人呐、啊！快集结啊！是不是这样？已经超出范围了。他们那边还在努力的练功啊！哇，他这个 NPC 真的超强的，为什么他们 NPC 越来越多啦、啊？会看玩家数量增加吧？以前没有这样啊！而且我状态都卡住。往村庄里面前进，村庄里面前进，村庄里面。他们有人说叫西门出来给我打，不要那么凶啦！村庄里面前进哦，集结这个位置哦，集结这个位置，往这边冲！有了，冲进去，冲进去了！
往标点处冲，往标点处冲。他们在那个农田那边哦，你可以喊一下。你们要冲教堂，你们冲教堂那边好不好？你们冲教堂，你们冲教堂。哎、欸，好像稍微变顺哎、欸。妈，好像，好像还没有。错觉。哎、欸，部落人真的越来越多了。对，有他们大部队来了。转分流主一下。我看得出来，我们现在有一些战损。有战神等于要顺了，是不是？为什么突然什么失误？他说 NPC 数量一直增加，我们要先回南海镇集结啊！因为我觉得我们打村庄其实不是很有利耶、欸。先回南海镇哦，大部队回南海镇，回南海镇，小心不要脱队哦，不要脱队，不要脱队。到我标点处先停一下哦。那个 NPC 太多了，这样我们打太亏。我们等下在中间野地跟他们打，这样没有 NPC， 这样然后他们就直接打。好，抽到了哈，哦，这边比较顺哎、欸，杀了一个。太远了，我要死。有人在后面戳我，我莫名其妙要扣血啦！物价，十字路口集结哦！有人说游戏闪退，需要靠近一些。为什么他们 NPC 追到这边来啊？追太远了吧？应该有极限吧？后面有几个人追上来、啊，哇！部落的还敢追上来啊！大家来个回马枪。好，前面这边就不要再走了，不要再走了，这边就好，这边就好。大家来个回马枪，部落追上来，大家来个回马枪。好了，来哦，准备了哦，三、二、一，回马枪。靠，超多 NPC 的，为什么那 NPC 那么多啊？为什么他们那么多 NPC 啊？这太夸张了吧！有人说是看人数升的，真的吗？冲啊！他们好敢追哦！追那么深就让他们死啊！冲！蒙特，你可以带一队去往左边绕吗？从左边后，从左边绕那个风车后面绕，包他们，你死啊！哎，我死了。近战没人权，近战比较可怜啊。还想跑，二十一等啊，还还我啊！别追，那边别追，中间十字路口打，冲正面，绕单的就不要追了。只是他为什么会有那个亡灵卫兵，真的很贱哎、欸。还是我们先把他们甩掉啊！那个卫兵，对啊，那卫兵为什么不会消失？我看这边卫兵至少就快要四十只有了吧？他们仇恨一直被拉过来。对啊，好，不要超过十字路口、哦，这边就好，我打点的地方就好了。不要超过，不要追十字路口。不然我们把他们拉到村庄啊，让他们村庄跟我们的那个卫兵打。哦，也可以啊，这也可以啊。因为现在我看那个卫兵仇恨整个坏掉，他会一直追。对啊，来，大家先把那个卫兵拉回村庄，大部队往后退，把卫兵拉回村庄。哇，那个卫兵真的超多的，那一坨被粘到了死一个人哎、欸。我只看满地部落的尸体，都是部落猪啊。老皮，我这边正在组织一队精英队，等级较高的。好，组织完会叫你。等一下，你就是
打侧翼吧，就是我们正面冲的时候有没有？然后他们如果往前追，我们往后退，你就绕到左边去，然后从那个风车那边后面包他们。他们往后退的时候，我们刚才就是我们在一往前，他们往后退，你就从后面夹击，直接杀他们后排。对对对，先杀后排，就先杀回来就对了。OK， 我们先回南海镇集结一下。回南海镇集结哦，回南海镇集结，帮忙在那个南海镇之战那个频道扫一下，因为那个队兵太痛，我刚被卫队摸到一刀300-400就不见了，我被砍两刀就咚咚咚这边警告了。对啊，卫兵真的太多了，卫兵真的太多了。把卫兵拉回来，把卫兵拉回来。帮我在那个海镇之战跟他们喊一下，说把卫兵拉回来，先把卫兵除掉。你看这边至少不知道几支卫兵，有这有没有30支有没有啊？后面还有一堆、欸。我们的 NPC 会打卫兵吗？会会啊，好好好，再给我5分钟。他们那个大师裁缝为什么跑到我们这边来了？我看他们大师裁缝斯塔克跑到我们这边来，超搞笑的。我抓到他了，他仇恨在我身上，我要跑了。哇、哦，联盟，他部落超多人的。没有，没关系，没关系，因为我们现在大部队。你怎么还有人在他那边？先回南海镇集结。好像都组满喽。那我们这边大概是十八个人。好。先把 NPC 解决掉了 ，NPC 太麻烦了。现在根本就是 NPC 跟 NPC 对打、欸，打加入南海镇之战就可以了。加入南海镇之战，先别急，先别急。所以你们现在目前是178人，是不是？现在有顺多了，现在顺很多了。主要是那 NPC 真的太多，有人被手势打，打我们再去救。现在先不要急，打得到的感觉真好。先把卫兵清一下，先把卫兵清一下。这样他们的卫兵就不慌了。对，不是，我觉得这个设定真的是有点鸟，因为那个卫兵超多哎、欸。正常是这样子的吗？这卫兵数量多到一个，我也是第一次见啊，太奇怪了。我死！啊，我死了，我死了，我死了！卫兵超痛，在哪边复活啊？他那边是哪边？在哪里复活？就在旁边旁边有啊。我刚才不然 OT 了，我就被卫兵打。所以我们都是被，其实不是部落人超多哎、欸，我们都是被卫兵打死了，你知道？对，卫兵太痛了，因为卫兵连在一起就连个五只啊，然后那五只全部打你一下，你就爆开了。先把卫兵都清光，先清卫兵，先清卫兵。可是我看我们的 NPC 好像没有去打他、欸。有啦，有打，有打。已经那个电脑也不行。靠，这个整个河岸都是卫兵杀死的，真的很扯哎、欸！这边全部都是卫兵杀的哎、欸，你就知道他们到底多多只了。我们是不是在帮暴雪免费测 bug 啊？有了有了，我们的卫兵在打那个啊，有了吗？有了吗？哎、他们在 PK。在左侧，哎、欸，到我看到时候能不能我们也把卫兵刷出来，大家就来去玩那个啊，那个召唤怪物有没有？看谁会怪物比较多啊？哇靠，好强哦！卫兵快死了！不是，因为我刚才被这一坨卫兵黏到，我直接被秒杀。哎、欸，有人在复活我吗？为什么有复活倒数计时？没有死太多次就会了、啊。是啊。超扯！满地尸体，都是卫兵杀死的。
结果你看那个部落啊，哦，都没杀几个人，然后结果有没有？哦，他们就会回去是不是？对，死一只卫兵的。有，我刚才看到不止死一只，死还蛮多只的。哎呦，我们的卫兵开始喷出来了。我们的卫兵正在做事了。哦，我们的卫兵也出现了，是不是？好，对，来，大家来洗卫兵没关系啊，我们就来起来洗，看谁洗比较多，就是比看谁洗比较多卫兵就赢了游戏。他死了别舰战斗，他们就会回去、欸。哎，好，太嗨了吧！我觉得今天参战人数应该真的是超过蛮多人的，比我预期的多很多。卫兵会掉宝吗？不会，他完全不会掉。他们说不打的话，他们那个 NPC 卫兵就会跑回去了。装备归零会消失吗？不会，不会。好了，准备了，我们等一下卫兵好像都离开了吧？还是有几只。哇，他们清超快的、欸，靠！我觉得众志成城，他们就用堆尸的方式把那个卫兵全部打死。哇，还是很多啦，还是很多。好，我要来。先不要攻击卫兵，先不要打卫兵，不要打卫兵，死掉了不要打卫兵。就让我死吧，就赶快死一死啊！死掉重生。我被卫兵，我卫兵砍，被卫兵砍四刀我就死了。你知道刚刚卫兵冲进旅馆里面，然后六只叠在一起，一次六刀吗？对啊，一次六刀，然后直接秒杀。我刚也是这样啊，雷后直接把我，直接满六刀把我送上天。雷后退队来我这边，我们走包，这还没满。加我，喊一下。而且我刚刚一直在帮我们家那个卫兵补血。不要再补了，现在把仇恨弄掉，等他们走。哎、欸，那我加到四的。先跟他们讲消仇恨值啊。再加。他们这个复活要小心，他们这个复活超级。现在还有一大堆卫兵呢。其实我们在喊对面，只看得到我们在喊什么人类语，然后一堆。对啊，就人类语啊。有了，我看那个现在卫兵慢慢脱离了，慢慢脱离了，这边有些慢慢脱离了。马皮，讲不听，带路器在直播你的，在直播你的那个直播到底伺服器为什么会那个？笑死！我奇怪，今天怎么人那么卡、啊？台服到底怎么回事啊？到底怎么回事？然后点到登录去看一下，靠，原来是这群人在干这种事情。其实我们这边的号召。这边的号召力还不错、啊。对啊，我觉得号召力还不错啊。我们才喊一喊，然后就来那么多人了。摇、啊、旗。哪一个说我们联盟少的？我觉得可以耶。等一下，我等我们这边集结。对，我们这边有些还在你的队伍那边。对对对。先等那个啦，先等那个卫兵消失，不然真的很麻烦。他后面一直这边拖着打，我们那个真的，看那个人就莫名其妙就死一个，莫名其妙就死一个，而且还重点还不是部落打死的。是那个他们的卫兵打死的，你知道吗？但我很好奇，就是他们把人家砍死走掉了以后，他们会直接回到家里面然后消失吗？还是继续存在这里？我也不知道。反正我们先不要进村打，我们先等那。我觉得就我们现在等级打野外就好了啦，打野外大家有个共识，在十字路口对打，因为这卫兵你看在上面去的，有没有？他砍一刀，这个人直接秒杀。你看啊，走过去是你吗？啊，是不是你？是不是你？看这个人放火球，他冲过去，然后那个人就被秒杀了。大家各种在复活，超可怕的。后面一大堆在钓鱼。过桥。来了来了，你看他在找那个猎人开枪的，有没有？冲过去，唰，死一只，笑死。他现在是砍到底砍谁啊？他是随便乱砍吗？为啥？为什么不？有人回家了。啊！我去了。有人回去了。不要打了，谁丢的啦？暗影剑。手剑。哎、欸，好多德鲁伊，好可爱。我不是小霞，我觉得把小霞如果在那边的话，就把他踢掉。如果这边洗屏、哦，因为我们工会真的不欢迎在那边洗那些卖东西。卫兵跑去卫兵互砍。先跑去互砍 ，OK。超可爱的，好了，那我们集结了，集结了，集结了，集结了。
这边。我真的不懂他们。集结了，集结了。来啊，集结集结，村庄门口，村庄门口，集结集结。好了，我们突袭队这边八个人，只有八个人，欸，大概九个人有听而已，所以不过都等级都蛮高的，应该 OK。好 ，OK。这个得抓什么东西呀，啊？集结集结，村庄门口集结集结。直接检举他乱发信息。对啊，你刚想说在那边洗，我就把他黑名单，然后把他踢出工会。我真的不太喜欢有人这样子去那边洗，因为你在工会，那至少你要。就是尊重工会的一个形象嘛，对不对？你这样弄对其他人来讲就很不公平。那卫兵怎么又来啦？没有，这一只，这一只，一只，好好好，一只没关系啊。好爽！好，你们左侧应该会看到另外一群，虽然比较小。啊，没关系，没关系，你们打绕背，绕背抓，绕背抓。对，我会跟你们保持距离，我会请他们只跟随我们了。来哦，来哦，往前，往前，现在十字路口，十字路口。他说那边有部落，先别追，别追那边部落，不要，先不要追，不要追，先往十字路口这边前进。哦，顺多了现在。有小分队过去。现在顺多了。每次死掉的人被砍死。哦，他喊的那个不是，他喊的是梗啦，那喊梗那个还好，他只要不要在那个什么大群，就是他如果在这边本地的喊，我觉得无所谓啦。这边这样这边洗屏没关系，他喊梗是无所谓。他在大喊，大喊那个无所谓，那个就给他洗啊，那好玩而已。大骑，欸，为什么部落有人在骑马？啊，真假的？对啊，部落我看到部落有人在骑马，骑部落马。骑马的玩家参加了吗？太快了吧！好，在那边停，集结，在你们的正左侧，还有正左侧是不是？部落绕丹的部落，往左侧，往左侧，往左侧，标点处，冲哦，冲哦！一个是出草！你们大队伍的左侧左上方那边大概有六只部落。打他妈妈，杀他全家！前面！叫你们部落给我在那边撸出来！狼，没有狼。哎，我发现我水龙头给打开了。部落 MVP 时光，然后部落就仓皇逃命了。我发现我只能放那个，就是暗眼石，我没办法站起来放那个。别进村，别进村，回来集结，回来集结，别进村 ，NPC 打会来哦。不知道有没有。别进村哦，别进村哦，回来。豪哥，我们精英队缺人啊，快来报道啊！我在你们这边不是吗？不要进村哦，好不容易把那个 NPC 拖走了。我现在看得到黑皮娜哦，那我标一下你。我看你头上有，靠，又把 NPC 引出来了啦。好，往十字路口撤，往十字路口撤，往十字路口撤。路口。对。后撤。我们先把部落引出来啊，先把部落引出来，等下来波夹击。他们大部队跑哪里去了？你有发现吗？大部落，部落的现在变成伞兵了。来哦，这都是伞兵，都是伞兵啊。对，都是伞兵。好像有人说什么，他们部落在那个镜像，在镜像吗？拉过来哦，部落的人。对啊，把他们拉过来啊！我们来中间决一死战啊！快分流啊！打输你们就一个礼拜，不要在副本那边乱杀人啊！不然我们就每天来这边镜像团啊！哎、欸，常人还活着、欸，常人，常人还活着是不是？是哟、哦。好 ，OK， 好，往回集结，单兵不要追太深，不要为了追单兵，然后整个队伍拉散哦。他们一个一个过来送。对，目前你们左侧还是有绕单的几只在那边跑来跑去，我们都完了，我看不见那欧了。部落啊，就是跟着有头上有标记的走。祭坛左侧后面有，哎、欸，有了，来十字路口，来往标点处冲，往标点处冲，
你们从那个风车后面绕他们，你走三 B 那边绕上去打他们。对，你们走三 B 绕，走三 B 绕，来往标点处冲啊、哦！往标点处冲。从冲车后面已经有人在开打了。OK， 我知道了。对你绕，你绕，你绕，你绕。他们等下退了，他们等下退了。他们有人躲在屋子里面、啊。没事啊，那个他只是一两个人而已，那他那无所谓。哦哦，他们来了，人来了，人来了。哇，好多人哦！都开打，开打，开打！部落大部队哦，部落大联盟。哎呦，我们这边看到几只落单的往我们的方向跑了。哎，部落大部队，冲冲冲冲冲！对 ，AOE 全开 ，AOE 全开。我这边太可怕了，捞一下。从森林后面包，森林后面包，来来，夹夹夹夹心饼干，他们往后退了，冲进去，冲进去。还敢放图腾啊？爸爸你下去了。EFPS。帽子开在一头，三有点高、哦，发不了。啊，小胖，小胖下来，小胖。其实你们那边可不可以有个法师瞬移进去冰角啊？没有，法师现在全部都在外围直接放 AOE。是啊、哦。这个山太高了，我们挡不住。我们现在在你们山壁左侧。不要进村哦，打到那个村庄斜坡就给他退回来哦。部落下雨了，部落。哦，部落有点不堪一击，被冲一波就直接往后退，就散整个散掉了。对啊，我的天，打不动，没有领导是。我觉得他，因为他们这边应该是没有战场指挥官了，他们就是集结一波，然后就那个往后撤，往后撤，不要下去。不要下丘陵，不要下丘陵，站高地，站高地，后面的上来哦。冲下去的死掉不管哦。你刚讲一下，你刚讲一下，叫他们上来，叫他们上来，来哦，上来，上来，丘陵，丘陵，不要往下追了，不要往下追。先等着前面的撤回来，然后我们再往十字路口走。是很边野的部落。来了，我们站在这边，站在这边，大家大喊人类语，让他看不懂啊！站在丘陵上大喊为了部，哎、欸，为了联盟，大喊为了联盟啊！他们有人冲进，他们有人冲进来，为了联盟，内鬼，抓到了内鬼！哦，他们来了，来往十字路口后退，往十字路口后退。退到十字路口，退到十字路口。哎、欸，你们又引到那边，有人引到。我最讨厌部落啦！退到十字路口，退到十字路口，跟大部队走，不要落单哦，恋战打就死了。没有引到那边的，没有引到那边的。口是心非，没有卫兵一两次没关系。快啊、哦、快啊、哦！速度，赶快往后撤，往后撤，往后撤。那哦，哎，你听不是电子音？对，我听的，我听的电子音。是魔兽中的 disco 风吧？哎、欸，我现在整个网络超级那个，大家都冲击 disco， 大家你看 disco 都快炸了。Disco 都快炸裂了！支援他！哎，我们来玩一个好玩的，好不好？他们可以隔墙看到人的名字吗？看不到，对不对？看得到。看不到吧？隔墙看不到吧？隔墙。哎，老皮，我们现在正在他们的侧翼，不过我们正在保持距离，以免被他们贴。啊，不要被贴，不要被贴。哎，刚有人把卫兵杀死了。你们现在哪里？你们现在哪个方位？我们正在十字路口左边，左边好、啊，他们现在过来，他们现在过来了，大家可以准备往前冲。你们先往三 B 走，你们先往三 B 走，这波我们把它全灭。来，往前冲，往前冲，冲冲冲冲冲！交战中，往前冲，往前冲，压回去，压回去！你从后面包，从后面包，快点，快快，再一波，再一波！我们把他反复杀，他们整个装备都坏，全部坏光啊！让他们大家连修装的钱都没有啊！让那个走到中央的战士哭出来。还敢冲啊！随身就是得死啊！秒杀、啊！我我
我不敢看那个流那个有什么流星雨啊还是什么东西的地方，太危险了。我被晕，我被晕。好看，好看。太那个，后面是有那个吗？哎、欸，部落超多人被冰。只要有流星雨的地方，就是他们的卡塞尔那个太远了。可恶！来、哦，往树后面绕，往树后面绕。报告，我们这边他们全部往后退了。好 ，LE 开起来，两边包抄，把他们碾碎。我们现在包不了，他们进山壁，我们过不去了。还敢进山壁？我觉得等下我们再把他往后拉一点好了。等下我们再把他往后拉一点。刚刚有成功，他们有出来找我们测验。对对对对对，我们等下再往后拉一次。他没有退了，他没有退了，他没有退了。是一个，人死了一半呐、啊！我已经超出范围了。我被冰了。把那个牛仔给杀。对对对，一样哦，杀到高地就好了。不要弹，不要弹，不要弹！我们就做口袋陷阱，一直杀他们没有。做口袋陷阱，因为他们侧翼比较薄弱，你知道。走到哪？你看那个部落仓皇逃脱的、仓皇逃窜的样子，真的很爽。那部落仓皇逃窜，我就觉得真的爽到一个飞天呢、欸！杀杀杀！好了，不要下去，不要下山，不要下山。往后拉一点，往后拉一点，看星标，看星标集结，看星标集结，不要冲过头了，看星标集结。不下山，不下山，不下山。核弹储备。对，好，往后拉，往后拉，不下山，往后拉。那你们去山壁的左侧，什么山壁左侧？你们可以上山等吗？那山上得去吗？不行，要爬，可能要爬很久、哦。爬很久，那算了，没关系。你们去左侧就左侧，来往后拉，往后拉，往后拉，往后拉。待命，我们待命中，都在左侧了。仓皇逃窜，真懦夫也。前面的不要那个恋战哦，赶快往后撤哦，不然等下被部落黏到，你们就要死哦。他们狂开冰雨那边。对他们狂开冰雨，等一下，就是我们等下从那个左边再包。还是孟特，你也带一队从那个森林左侧啊？没有，不行不行。我们现在退后面一点，上面有一个部落的。盗贼在这里。我们这队已经集结完毕，来15-20人。好 ，OK， 你们就到山壁左侧，山壁左侧，来往后撤，这是撤后面一点，撤后面一点，等部落到十字路口路上的时候，我们再追。来，上这个丘陵，上这个丘陵，上这个丘陵，来来来。景点配餐被包起来打，我应该是被盗贼打。哦，顺多了。哇，看 NPC 怎么，就刚才有人追太深 ，NPC 又跑出来了。哎、欸，好痛哦！哇塞，我要死喽！别打我啊！别打我！别打我！消失。太痛了吧？可以帮我补吗 ？Thank you。不是因为刚有人追太深，刚有人追太深。我们现在你左侧奥特兰山脉那个洞那个图案的右边，我们正在这边，全部都挤在这里，好好好大概20人。好，不要被发现，尽量先想办法躲。我们距离够远，等你一命令，我们就直接冲过去。好好好。还没，他们还没到，他们还没来。往后撤一点，往后撤一点，不要往前摊，不要往前摊，部落会往后打哦。他们来，他们现在在那个道路的右侧，他们在道路右侧。他们在道路右侧了。部落还在推进，部落还在推进。对，集中完毕。往后，往后，往后，不要摊，不要摊，往后，往后。打个字叫他们讲一下，那个，他们那些不听的，就是得死啊。这边前面不听的，就是他们就是会死。那我是不是交战了？没有，他们没有，大概40人。哎、欸，等一下，雷猴哥，你回来啊！我们都在山壁这边，不要理他、啊。哎、欸，有个部落的故意过来抓我、啊，没行，他想要就是专门想暗杀我、啊，反杀你呀、啊！哎、欸，可以冲了，可以冲了，部落往前。还没，你不要急，你不要急，你不要急，啊，不要急，不要急，再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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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还没，再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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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不要冲，不要冲，再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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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还没，忍住，忍住，忍住，往后退一点，往后退一点。往后退一点，往后退一点，往后退一点。等他们过道路，等他们过道路。被术师弄到了，被术师弄到了。忍住哦，忍住哦。哎、欸，我们被绕了，被绕了，被绕了。哪边被绕？后面吗？
后面都是哪里？哪边、啊？好 ，OK OK。南海镇方向，往集结点冲锋，往集结点冲锋，看标，冲锋！你们直接包，就是往那个、okay. 我们现在山丘那个丘陵的方向。好 ，Go！风车的正下方那个道路的另外一侧有没有？你往那边冲，往那边冲，可以包。冲了，我们正在布。好，可以包。冲！打那个数字啊，那边给我。我已经超出范围了。哦，杨表哥，他们来了。这边交战中。重拳他们又在后退了。好像还没包到，他们又退光。重拳先生来了，重拳先生来了。又重拳先生怎么又引出来了？怎么又重拳先生啊？对面好多重拳先生。加上怎么退那么快、啊？没法告诉我。糟糕了，我需要靠近一下。光哎、欸，直接躺在地板上哎、欸。啊一样哦，不要过丘陵哦。我们现在要往右侧压，因为他们现在大部队在丘陵下面。来，往这边冲，往这里冲，看标点处，往这边冲。部落在下面，部落在丘陵下面哦。截击，先打布甲，打法师。截击，快点，冲！又跟大部队汇流了，他们又退光光。我已经超出范围了。哎、欸，不要进村！不要进村哦，往后撤。湖泊处，退湖泊处，湖泊。湖泊，往后拉，看标，湖泊往后拉，不要进村。这边还有几个落单的部落，把他们清一清。来，这边有落单的部落哦，清一清。太远了。有效哎、欸，可是我们包太慢了。对，包太慢，包快一点就没问题。好了 ，OK， 不要追了，来回丘陵。我们有杀死重锤先生就好了。来，大家来这边，藏这边，这边很适合藏。然后你看重锤先生，藏这里。为什么会有那鬼东西？哎、欸，三海，啊，男神被藏丘陵下面，藏丘陵下面。男神被收割了，他冲太快了、啊，他冲太深。哎、欸，攻速被晕，不要交战，不要交。有人一直被晕。到反劫下面，到反劫。别交战了，快回来。你过来了，他们打过来了。他们大部队打过来了。哪一侧？位置。左侧，三 B 左侧吗？左上。来，这边集结，风车前进。你们直接往他们家冲，再过来包可以包到。好。来这边，往这边打，有部落的。往村。他们正在十字路口正左上。来湖泊，来湖泊，往湖泊，不要超过标点处，湖泊追不到就算了，他们已经追到十字路口左上喽，好，左侧了，好，左哦，还蛮远的。来往左边前进，来跟这边走，跟星星走，来，可以包到，可以包，来星星走，冲一波，冲啊！贴上去。然后贴上去，我在打字啊！冰道！哦！有！这波大的，这波大的，大鱼上钩了！上钩了！还没有准备。是那些以为自己很安全的。哇！这个爽！这波爽！漂亮！哦！他们死一狗票啊！精彩！好了，不要再往前了，往后拉一点，不要再往前，那边 NPC 危险。来，往后拉。哦，这个够赚了、啊，这一波至少杀了快20人有了吧？满地尸体，超爽的。来哦，这边还有部落，的。我们退回左侧三 B 待命中。好。
来，往这边绕，往这边绕。这个妹型一直看时光想杀我。这个妹型，他等级应该蛮高的吧？妹型哦，他是他什么职业？法盗贼啊？骷髅，他应该比你高十等吧？对，他等级比我高很多。他刚才想背刺我，是是是。好，来这边，这边来这边集结。茫茫人海中，他能找到你也是很厉害。靠！直接把他们杀翻了吧！直接把他们杀翻了，我觉得今天部落者该回去哭哭了，你知道？不过我看到那个邪恶帝国好多人出来应战，他们也是蛮敢打的那个 PVP 工会。邪恶帝国算主体吧，还是有一些别的工会的。别的工会好像都没过来。对。是这样，还在贴副本吗？你要不要换球？有可能是有镜像吧，因为他们没有人组织的话比较难啦。没有人组织，你真的比较难行动啊。我们都打过去，还有人在实况在加枪。哎、欸，躲丘陵后面，丘陵后面。来，丘陵后面，丘陵后面，来，丘陵后面，这边，这个树，这边树，这边有一排山丘，有没有？来这边。啊，躲树后面好了，换树后面。越过山丘。树后面比较稳。这边打他这边可以包啊，打他这边可以包一波。来哦，山丘，其实可以直接猜他们已经往前了啊，直接从最右边直接镰刀切也是可以啊。目前敌方啊，不行，没有那个。跳战舞，靠 ，NPC 又来了。哎、欸，刚才那波是谁放的啊？看到部落了吗？别往那边冲！哎、欸，其他人不要乱打标，其他人不要乱打标，不要乱打标，你打标会影响到，不要乱打标。哎、欸，他们从正右边来，正右边来的，哪里？你直接喊，你直接喊说道路左侧右侧。道湖了是不是？没关系，先等。来往后一点。你大家看一下风车那边有没有人从风车绕？往湖，快！先不要等，让他们后撤太快了。你要让他们就是往后退一点，往后撤，先不要打，回来。对，不要。你先不要乱冲，因为他湖那边撤退过去，他那个速太快了，你那包你包不到人。我说的是我们往湖，因为他在我们的正左侧。正左方吗？在我们正左方，你不冲，你不要说他们要转回去了，不是你们直接你要报坐标，你要报说，比如说丘陵的哪一侧，还是说风车哪一侧？风车左侧，道路左侧。OK， 看到了，来绕过丘陵后面包，沿着道路走，待会直接切风车包。那孟特，你直接带上去打他们，来沿道路包，来。我观察，我自行观察。我没看，没看到。来，往这边移动，大部队，来。我们位置正在你们左上。没有，你们直接报，你们直接到那个是丘陵地包，丘陵地包，他们会往丘陵地撤退，快！丘陵地，救人，救猎人。应该报得到。可以。还敢来啊？稍微靠村庄一点，再镰刀往山壁接。哎、欸，人呢？死光了、啊。对啊，没有啊。哎、欸，我刚刚就说这边、啊。你刚才不是说这边很多人？没有，我刚跟你回报说这边一个都没有。那孟特，你刚才说很多人？不是。人呢？直接拉回村庄了。对，他们直接拉回村庄。啊，来，后撤，部落不敢出来啦。是不是有人在搞事？我刚才想说奇怪，为什么要？假消息啊，来后撤哦，后撤哦！是假消息，他们直接从湖拉回，所以我们速度慢了，是不是？不是啊，他们就没集体出草啊。对，他们应该是小的部队而已吧，可能就五六个、七八个而已吧。我可以复活部落的。对啊，那种就只是侦察兵的，不要被那种诱惑骗去了。就是报位置就好了，我会听，我也会看，我有在看。因为我觉得部落现在应该是有指挥，所以大家尽量不要乱冲哈，大家尽量不要乱冲，看标走。因为部落你可以看到他们现在他那个进退应该是有人在后面喊了，先撑住。
没有，我都没看到哎、欸，都没看到部落的人。哎、欸，对，猎人可以收这收到名单了。你看，又来了，又来了，杀不死我啊！有个消失，你怎么打、啊？还想杀啊？我你一打我就直接消失了。他是怎么在帮忙那个人走啊？他就故意的啊，他就故意，他有那个聚集吧？我们派出一个那个术士的恶魔之眼侦察兵过去看，他们在目前还没看到对方。他们侦察方是没人的。他们一堆都在村子里面。啊，不是啊，我当然知道在村子。我看我还有几个粉，我看粉快没了，我差不多也要那个了。还有十一个粉，应该还可以啦。他怎么有一个？怎么有一个三十个四十的？还想杀我啊？部落人都在60.19那边，人数不均无趣，那就是因为部落前几天杀我们，然后人很多，他们就说啊，这个今天被人多杀，对不对？就要讲无趣，部落不要输不起啊，部落不要输不起啊，你们也可以组织人的、啊。联盟就是被你们打压，我现在这个就是一股怨气啊，不然怎么今天那么多人来，对不对？是不是？大家洗起来啊，部落输不起啊！那我们现在都在那个村庄的右上角，他们的村庄右上角。哇！拿几只怪猎。他们可以喊啊，我觉得他们可以喊人数啦，他们可以喊人数，没有，该提振士气啦，部落不要真的放心上啊，到时候我练功各种来堵我，但是我觉得我今天打完之后，他们应该会各种过来堵我，你信不信？他们人呢？我觉得他们应该还集结人数吧。目前零星交战，一两只而已。盗贼食人妖，放那个长嘴迪布拉布的那个消息。就是说你妈长得像鱼人，哎、欸，有人过来，有个十二等的城之内客也，他是要过来干嘛？我觉得他们可能侦察兵哦，换位置，换位置，换位置，往这边走，往这边走，往这边走。来，部队集结，部队集结。因为他们，我觉得十二等可能是侦察兵吧。啊，召唤真红眼黑龙。欸、部落现在大部分都在他们村庄的左侧山丘上，不是左上角山丘上，退到这么后面，对，然后退很后面。哎、欸，部落来了，这边有一个，这边有一个，来这边这边这边。我觉得要不要绕村庄啊？绕村庄后面去。啊，不用不用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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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这边集结，这边集结。我们离你们目前距离很远哦，我知道，我知道，没关系，没关系。其实远才好，因为你远才好包抄啊。好，好了，不要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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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了，杀到他就好。好，不要追，来往这边，往这边，接出去喽。老皮，你能不能派一个人来我这边，这样你在地图上可以直接看到我们的位置。就是他不用控制，他只要知道我们的相对位置就好。可是我们这样，我也很难去喊。不过我大概知道你们哪里啊，没关系，你就不用跟我报大概方位就好了。好，不然你出去给我不是要去。来十字路口，十字路口，十字路口。有的时候老皮啊，这样他就可以知道我们在哪了。哎、欸，他怎么有人一直把怪引回来？部落出来了，部落出来了，部落出来了！不要打，不要打，先后撤，先后撤，不要打，不要打，进风车后面，进风车后面。然后你觉得我们如果躲在那个建筑里面会怎么样？不行，你这样出来你会被包到死，因为他只要 A O E 你全部人一起中。他们都在湖。这边有一个哦，这边有一个部落的哦，把他清掉，他没有探子，把探子清掉。后面真的有那个哎、欸，后面真的有探子。他们就绕圈圈啦、啊。哦，我让那个最高等猎人去猎杀他们了。有一个盗贼在那边。来，我们退另外一个地形，来往这边走，往这边走。他有 NPC 追啊。
我跟你讲，我们大家退另外一个地形，待会从另外一边包。好，来往这边移动，往这边移动哦。那我们要跟着退吗？对，你们也退，你们退到洞窟附近。然后这边有部落的哦，往前追，往前追，往前追，这边有部落的。德鲁伊跳舞嘲讽起来。部落的在往前推。他们现在哪里？你知道吗？他们在湖，在湖有湖的左边。没关系，没关系，还不够深，还不够深，还不够深。来，推到这边来，推到这边来。还不够深，啊、还不够深。他们推出来了，推出来了。不够深，不够深，因为他们有探子，我们现在要一直换位置，不然等下被他们做什么陷阱。我看一下，你们现在去洞窟那里好不好？你们先去洞窟那边。我们已经带豆空了，集结全部到了。集结了吗？对，我们正在洞窟正门口那个图案位置。哎、欸，有探子，有密探，密探干掉，密探干掉。是啊，他现在应该会回报说我们在这个位置，我们就在这边等他们。没有回，你真是等好高。好，停，在那边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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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部落都在风车右左侧，风车左侧大量。来来来，这里移动，这里移动，这里移动，风车左侧吧，对不对？对，部落在风车左侧，然后他们在左下了，已经到左下了，还在追我们，还在追。他们现在追在哪里了？你们往那个山谷那边，就是那个山洞那边移动。你们贴着山壁走，你们贴山壁走。好，对。跑进山洞里面，过来啦，弟弟。他们人呢？风车左下角，风车左下角没动。好，没关系，先等。来这边，这个丘陵，等一下，这丘陵等一下。他们回村。风车，他们回风车。我有看到，我有看到。绕过风车，绕过风车，他们都在风车里面。来，往前冲，往前冲，往前冲！来，你们现在从那个洞窟有没有到湖泊？你们直接切湖泊，你们直接切湖泊。我们直接切湖泊、啊。直接切湖泊。他们从风车左侧往左上跑、哦，风车左上跑。他们部队太散了，他们这波会死人才。风车左上跑，在这边，在左上角。风车左上角，他们正在撤退。他们正在目前慢慢撤退，我们直接交战焦灼，跟着那个标点走，跟着标点走。我被恐，不要跟我走，看后面怎么一堆人跟我走啦。哇！压到湖泊，压到湖泊。你们来得及吗？你们来得及吗？他们都退回去了，我们人比较少，但他们退了。他们被压退了。有人被绑住了，揍那个被绑住的。好 ，OK， 往后撤，往后撤，来哦，来哦，往后撤哦。他们那一波，其实他们撤退还蛮快的。最快的他们人比刚刚少好多、哦。城之内客也，他们好像以为我们是那个你们的大部队。往后撤了，往后撤了。他们少好多人哦。我觉得他们部落应该，对啊，比起来真的少很多人。感觉没什么人了，要不要最后一波冲他们村庄，冲完然后打完，我们就差不多收工了吧。就差不多，我觉得在下一波直接进村庄就好。我觉得他们集结太慢了，比较散杀了，不用再退这么多，不用再退这么多了。来这边集，来这边集结。回山壁，部落应该是放弃了吧？我觉得。那我们解散哦。他们有人冲出来，你们不要解散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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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要解散啊！对，待会就一起冲。哎，冲好多。哇靠！又是那个盖哇！我们有人去引那个 NPC 啦，又引到 NPC 啊！哇，怎么那么多只？这一叠七只还八只的样子。不要追太深，湖泊集结，湖泊集结。对，我看他们大部队应该是已经跑光了，最后一波，等下最后一波了。压进他们家。好，不然差不多可以压进去了。好了，集合啊，集合，在我这边集合，在我这边集合。先不要冲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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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先不要冲。大家一字排开，一字排开，最后一波，最后一波，一字排开。下一波直接南海，南海
啊，要上四刀啊，就可以飞回家。来，一次排开，一次排开，不要追，不要追，不要追，除非他过来，不然不要追，不要追。列队，列队。来面对面对他们村庄列队喽。你们部队来了吗？你们部队来了吗？我们部队在啊。好，带你们出车。啊，等一下，大家先打好字啊。打为了联盟啊！好，准备了，准备了，打一起打，打一起打出来，一起打出来。好，为了联盟，准备啊！三二一，三二一，为了联盟，冲啊！冲啊！杀！进村庄，进村庄。靠，那个，那个，那个。绕一下村庄左边，他们很多在村庄左边。我们在村庄左边，我们在村庄左边了，我们冲他村庄左边。没人啊？左边，左边。没有啊。等他们都在他们墓地里面，墓地，墓地。往墓地冲，往墓地冲，往墓地冲。然后进村庄中心了，他们又挤进村庄中心。我这边就零零散散的，没几只猫。村庄中心没有，他们进村庄中心了。左边的进村庄中心，给我过来！你们这群狗屎仔！哎，卫兵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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雷猴，你要撞卫兵啦！不要打鸟点，不要打鸟点，不要打鸟点！看鸟点啊！对，打鸟点会出那个翼龙，超可怕！往教堂冲！往教堂冲！往教堂冲！进村庄，进村庄，往教堂冲！不要打鸟点，冲冲冲！抱一下，我绕绕一下。他们现在都直接往村庄正门丢法术，你要绕，要不然会吃好吃嘛。你等 NPC 直接让他们下去，我在后面啊。他们躲在这边，他们躲在这边，他们躲在这边，他们躲在后面墓园这里。往墓园冲，往墓园冲，墓园，墓园。不死主意，来大部队绕一下，绕一下，从那个教堂的右侧绕过去，要从右侧绕过去。来来来，包抄，包抄。我看到十几只卫兵突然生出来。对，那卫兵超多。来哦，往河，往河，往河冲，往河冲，压下河，压下河。村庄里面的可以出来了，村庄里面可以出来了，压河外，压河，压河，往河走，往河走。我需要靠近。顺走。我已经超出范围了。他们很多都游过河，他们很多都逃过河。过河，过河，过河打，过河打，过河打。村庄的全部往河走，村庄全部往河走。这是死人鱼吗？楚河汉界，一堆人冲过来，这画面看得好爽哦！大家那边，山壁上有人是不是？那边上不去吧？没有，目前我们不在这边。好啦，老皮，我认为直接、啊、可以收队了，可以收队了，就是可以直接回南海，直接回南海，这样直接回南海。好了，大部队回南海镇，辛苦大家了，辛苦大家了。直接回南海，辛苦了，辛苦了。哎、欸，等一下回南海，麻烦请自己直接按鸟飞，要不然你等一下一定会被卫兵砍死。来来来，现在可以转身再撸那个城镇一波，好爽，砍死一个人，他们追出来了。我跟你讲，下一次就打哪里，你知道吗？下次就是冲幽暗城啊！不开玩笑了，等我们赶快等级练高一点，下次冲幽暗城，然后把卫兵也杀一杀。这是我们的胜利，好爽啊！天哪、啊！来了，我说最开心的一天。对。可我觉得到时候，哎、欸，还有哪边可以打？我们下次再找个地方打好了。直接从那个直接去叶丁林家，从卡林多开始，卡林多开始一路往下车，是不是？
如果下一波可以不冲他家的话，也可以冲那个荆棘谷。荆棘谷，我觉得荆棘谷好像不错哎、欸，因为这个时段对他们都在那边，一定一堆人。对啊，还是我们要转战荆棘谷啊？这边要怎么过去？这边直接现在去很远哎、欸，很远啊、喔，是哦、喔，对，那边是三四十的练功圣地、啊，好，大家的交汇处。那我们过几天冲那边啊，直接到奥格玛。好、啊，可以啊。也刚好差不多，大家都二三十等。对啊，到时候我们再练个几天啊。我们可能比如说礼拜三、礼拜四冲，再冲一波。10445人在看。哎、欸，麻烦大家到南海镇就直接按炉石，或者是直接飞走啊，不然等一下 NPC 已经冲过来把你砍死。我们现在正后方大约有。我靠北嘞，靠北，那 NPC 数量太多了吧？NPC 卡，我靠，快跑啊，快跑、哦、！NPC 超多，那个你们看到后面啊，不要停下来，不要停下来，不要停下来哦！不能停下来会死人，超多，吓死人！靠，那个是啥尸潮哦？赶快按尸就走、哦，不然会出事哦！快哦，鸟点飞回家，鸟点飞回家，鸟点飞回家。走了走了走了！今天是飞鸟公司营运中心对最赚的时候了。好，我应该再找一天先投资他的股份啊。那鸟点哪里啊？鸟点哪里？鸟点在那个南海镇的镇上吧。我看到好多鸟飞走了。对，快跑快跑！赶快赶快干来了！快点啊！来了超多的！我靠！鸟点杀人了、啊！鸟点杀人哦！快点快点！哎、欸、哎、欸，大家都点不到喽！点不到啊！点不到啊！离 NPC 一点距离，不要离太近，不要离太近啊！戳炉石的，戳炉石，要出事！看我戳炉石，我戳炉石，不然我怕等下被砍死。小朋友在那边慢慢等车，我直接戳炉石。戳炉石回家了，快点，快跑，快跑！不是为什么 NPC？ 我觉得我们真的等级要到一定等级。我们40等打 NPC 打不动啊？打不动啊，还是不行，这个数量不行、啊，不行啊，这太多了、啊，太多了、啊。当初想说是不会升啊，还是升太夸张？谁知道那么多？哎、欸，我觉得今晚算是战术还不错吧？对啊，就是还好他们愿意接待。嗯。他们他说他们60人啊。你怎么啊？他们60人。对啊，他们其实一开始就只有一个部队而已啊，嗯、一个团队。啊，哎、欸，我觉得今天他们之后，以后部落看到我们就真的要皮绷紧一点了，就打起来了，就对啊。他以为我这样，这几天他们真的超嚣张，他们直接各种车那些任务点，他以为我们不会反击啊。到时候他们今天这几天在那边蹲那些蹲尸的，然后我看到部落在那边有没有各种蹲的时候。到时候我们就再组织一波去车他们的那个任务点，还有车他们的那个副本。在我们的那个解任务的地方那边蹲那个选手，嗯，就是现在被我们压了吧？对啊，再赌我们就整天来啊！把你压在地板上磨，磨到出血啊！谢谢大家，谢谢大家。哎，老兵应该大师救了哇！我的师救前面好壮观了、啊，真的很多人啊！你把它拍，赶快拍，你拍下来嘛！你把它拍一拍，到时候我们整理那个战报啊！暴风成空运，快拍快拍！整理一下战报。对啊，欸、今天打起来蛮刺激的、啊。来不及了，来不及了，我已经过避难谷地了、欸，很多人都直接飞避难谷地而已。哎、欸，是那个土蒙营。然、后我刚才看到你们工会的也有在那边打哦。好刺激哦！可是下次我们可能看我们要揪一个更辽阔的吧。然后你们看那边，你们也要组织一下，我们可以约一天，我们可以约一天来交战，我们约一天来交战，这样打起来真的超爽的，我觉得真的很爽。虽然说一直那个，可是那个真的，你知道大部队冲锋的时候真的很爽。小心有刺客哦！对啊，我还是要去练等，所以我们呢，我们要去哪边练？该练功啦！嗯、刷你的匕首还是刷匕首、啊？他们说部落要下通气令了，笑死！秦子也先秦王啦，要不要下次交战前跟我之后他们公司讲一下，让他们伺服器也备战了？
这个有点难欸，要怎么跟他们讲啊？要怎么跟他们讲啊？没有，其实我觉得就算今天人数啊相当，可是如果说那个战术操作，其实还是可以爆掉一堆人。像盖那个闪现上去冰角一波，那个真的太漂亮了，那一波直接死20个以上。我们这次是没有组织啊，没有分好职业队。嗯，如果现在是分好职业，应该会打得更那个吧，更有效率。啊、可是我后来觉得我们好像也少一半人。对啊，因为有些跑又被拉回去镜像了吧？刚后面人数少一些。有。嗯。有收到信件吗？我去看一下。应该还没吧。伺服器怎样？负荷不了 ，handle 不了，人太多了。刚才被人太多，装备啊，有啊有啊，我刚才刷你的装备，感谢感谢。32个月，谢谢我们的 CKW， 谢谢。你记得以前大战没那么卡、啊，不是？我们刚才人真的很多。我就说这个觉得比以前多了，我以前也没卡、啊。因为我们刚才真的很多人，我们刚才连出城就开始卡，尤其是我们在那个城门口那边的时候就已经在卡了。对啊，不是 我是希望是真的，你看到你觉得热血，不管说你要去部落也好，还是去联盟也好，都来啦。下次我们就再打一场更大的，再打一场更大的。我希望就是弄一场真的是大到伺服器直接当机。然后是不是当机我也算历史留名了吧？对不对？哦，真的很爽哎、欸！真的很爽哎、欸！你现在已经历史留名，现在有没？你现在应该还没有到历史留名吧？有台服最大战役就你开的了，没有之后还有更大，这只是前哨而已，好不好？哪有最大？目前台服最大战役是因你而起啊！那是经典服啊，那经典服啊！他是说，反正我只记得那一句，为了不窝，不是口快喊错啦，口快喊错。抓到我们的最高指挥官竟然是那一间，还两次。对，欸，可是我刚才指挥的还可以，好不好？欸，谢谢，感谢。哇，这给我一金欸！哇，这个感谢太棒了吧！哦，太感谢了。欸，可是我刚刚其实也有看到对面有一个部落的工会名称，也是就是跟我们联盟的那个一样长，而且他只是把那个就是字换从部落变成联盟。对对对，哦，是哦，谁？他妈说名字太长会被联盟发现。哦，真的假的？那边也有是不是？他们在部落那边有一个叫会被联盟发现，刚有打到两三只啊。这一定都有啊，这一定都有。可是真的，我觉得看不到 ID 啊，其实看不到 ID， 看不到。哇，刚刚那么卡的时候，我在揍那个人的时候，就看到他的 ID 就长那么长，就是他的工会名就长这么长。所以我们就说打群架算我一份。谢谢大家，谢谢大家，感谢各位，不管说是后花园还是说是其他的工会的，真的非常感谢大家今天参与啊。可是我还没有收台啦，我们要等一下再去练等。我怕我练等，应该我以后只能在那个吧，我只能在监狱练等了。好，采用 UI OK 的，我觉得我之后应该只能在监狱练等了。看到这么刺激的游戏，是该组织一波来玩的人，真的笑死！你旁边说我的护持金呢？欸，你旁边是？小草吗？不要忘记啊！没有，我是说小，应该是小草。小草啊，就小草。对啊，他说你的装备我刚才不寄给你了，不寄给你好了，我给你一个护持金啊。等会儿，等一下，抓拿我出去玩了。喊一下，护持金给你东西。我们要多养一点那个，多养一点武士啊。